漂子歌，原为客家传统戏曲当中男女对唱的小调。对唱的情境是在描述一对两公婆仗年四年时间初为人妻，第一次怀有身孕，身体胃口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吵着人夫啊要吃蛀虫草贡细，当然呢人夫有求必应，撒撒一脉满足了人妻怀胎初期对酸涩食物的口味感。怀胎到了二月，人妻却想吃狗子煎阿春鸭蛋。三月更夸张，胸会选哈干音平常不吃的酸涩腐胎干。全曲呢就以诙谐俏皮撒家式的男女对唱为宠喽。原曲从正月唱到十月，陈建台老师的编曲只选择正月到二月，再透过二月的反复一次，感觉呢是唱了三张月喽。陈建台老师编曲的混声四部合唱，前面八小节的前奏在音型与节奏上已预示了流畅不拘的对唱曲风。全曲分作三段来进行，第一段由 Tenor 声部来破题，指挥一将第一个乐段处理分成张安演还有李雷行安演词诺两个乐句来唱教室仪，但两者之间换气疑似断非段，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问句。第二个乐段则由 soprano 声部以如同第一乐段的分段乐句来处理，为某穷人盖黑，第一乐段是疑问句，第二乐段是肯定句。到了第二十一小节之后的再提问再回应，建台老师巧妙地将 tenor 老 bass 一组， soprano 老 alto 一组，以两两声部齐唱的方式来互为应答。第一段的最后八小节，建台老师更以四部声同节奏而不同音高的 homophony，外加两小节的再增强乐句来回应女方的需求。操控 CEO， 哎啊，好了。第二段与第三段编曲的手法做了部分的调整。第一乐句主旋律是由男低音和女中音共同担任，并以接近五度平行的方式由男高音来做对声部平行唱出。第二乐段也用同样手法来复制，只是主旋律换成女高音和女中音，共同以八度平行来处理。男高音以接近五度平行的方式贯穿其间，原先在第一段中的八小节 homophony 到了第二和第三段却延伸为两个八小节，以及十六小节的四声部同节奏不同音高的 homophony， 并以四小节的两次 stand up tune 来结束全曲。 OK， 就安用。